作品呢，是我们苏州园林的一个特写，是拙政园的一个缩小版、精华版。你看，刚才路边小桥流水，包括它这些寿山石，用玉雕出来，特别。这是一个精华版，总共参加百花奖的这个评奖的作品呢，将近200件，没展出的大概有400-500件的作品呢。我们以和田玉为主，碧玉了、河姆玉、寿山石，各种玉种几乎都涵盖。苏州玉雕呢，在全国来说，我们是以小而精为主，讲究的是空、飘、细，适合于人的把玩、佩戴、收藏这样一类。